是票价，前 A 卡。货多退还无余态，减甜果子请唔买，果子票价来超额 ，A 卡出马来听解，好食的 tomato 淘汰了，具体关系好蔬菜。各位朋友，当叫莫看到哟，我系齐乐米。作为客家电视台的刘票子过后，也把真欢喜同大家见面。那平常哈，除了表演以外呢，我都欢喜那饮那饮料，行喺背包客的路线哦。我已经行过太多的十个座泰山嘞，所以讲也把来个人听书哈，对我来讲唔系问题呢。条家，我会认真同听书哦。还是放下所有的头路，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去睇到图书，去请齐乡的念头。也准了退班，每位再过一百开始爱的旅行。大家好，俺今明日来到新竹的关系，听俺后辈老伯个哦，还有160名安溪的客家祠堂，俺的范家古厝，唐公一个老伯个喺关系的所在哦，保存最好最有代表性的老伯个。不过今明日唔常常我带你看老伯个哦，还要认识一个种土马豆的达人，唐公也种个土马豆哦。清好食，个清甜，迄顿前的迄咩？系啊，我哋都看下先好嘛，行哦。范家老屋虽然160年嘞，都也下嘛保存下清好，很早就看到头摆的好光景哦。后生的嘛个有发展哦，有了后生的吼，伊就千山万迄种品质清好的土马豆，伊都会分光你。你好，你好，欢迎光临。哎，我想找一位范刚仁先生。哦，他在不在？果园里面吗？在果园里面，在。哦，好 ，OK， 谢谢哈。好，谢谢。哎，很奇怪，请不到呢。天台位啊，不过还看到青豆青酱的土马豆，哦，很想吃哎。在哪里，范先生？是，你是范先生啊？不好意思，我刚刚走过头了，没看到你在采土马豆。土马豆的专家范广仁本来是做农房的哦，土家过后为到一本木卡人过卡好运嘞，伊都想到要做精致的纹饰土马豆宴。虽然讲台湾嘛有土太浓的土马豆，不过伊坚持当年要进口日本土太浓用的肉来。一上头去学日本的农业新知识，范广仁讲，既然去种吼，都要种品质最好的土马豆。日本的土太浓土马豆，皮薄肉质幼，佮晒过红过酱，炸下来去切汁时，佮米线都冻好的呢。平均的价是比同样品种的土马豆高出4-5倍。除了土太浓的土马豆以外，还有其他种类的土马豆，开放观光，便宜来摘，希望将来啊，做一代有这家品牌。也个土马豆用泰式料木空用吼，也种诶，嘿，计嘛，我们都自家配方诶，圣女小番茄。哦，圣女小番茄，有，市面上常常看到。对。啊，结果泰料不黑马个名有吗？那是日本诶桃太郎。哦，桃太郎，哇，很可爱的名字诶，桃太郎。那个黑牙什么样黑没？哦，最色哦，哦，啊，你就每天吃很多番茄会不会？会。会。那泥土还有特别的木空用诶，我介绍下嘛。买系今晚喺度食嘅嘛，荷兰啊，吼。哦，从荷兰系咪？哦，荷兰进口诶。进口落来嘅嘛，培养土嘛。哦。然后一千本沙果树档，咁就当年去运。嗯，哦，当年去运系咪？哦。哦，呢两种系是日本嚟嘅嘛？公司嘅土台咯。一种诶？也系日本嚟，你睇下。一个冻粉嘛，哎，那个颜色春晚跟哪呢？哎，对对对，像柿子。这个是那个黄色。那个还熟个还没？这个就可以采。就可以采了，冻浆哦，好颜色哈，青豆呢？那就买呀，那就买日本种，耶，干嘛？从呀，哎，阿卵型啊。那个形状，那个形状比较像阿卵还没？你讲。它比较像干嘛阿卵种？嗯。好可爱哦、喔！但是这个还没熟，对吗？刚刚蛮熟，还没有熟。哦，那哪一种是熟的？颜色比较深的，还没？长梁也是炸的嘞。哦，这个哇，赶快看一下，这个是熟的，
轮型的头马刀摘下来好吗？好啊，好啊，这样子。给两位摘。哦，从这个头这边摘下来。你太无聊了，你做什么？哦，要从这边这样子。你示范一下。这个嘛哈，这一个结这样。哦，一个结。哦，凹下来就行了。好，就这个结嘛，对不对？对对对。哎，搞定了，我摘了一颗阿轮型的头马刀。啊，好可爱！经过范总家的施方，那要开始金兵的任务咯。没想到总统马都按空球，连个奶牛哈买一滴荷兰来呢。莫怪哦，也统马都太撇奖哦，那也还炸个哈是金肉色统马都哦。系统起来哈唔会咬牙齿呢，还你摆在市场上看到哈，连做点买来是看那身哦。还给毛孔用的颜色，你看。哦，你够讽刺了。哎，俺俩情况那是有太厉害太厉害个种个淘汰人嘛。嘿，一种啊摆出来哦，很有喜气的味道。哎，俺看到的哦，噔噔噔噔，俺太厉害个淘汰人，你看到吗？董江哦。虽然讲伊也加油，有些拜拜，但是我觉得它应该很甜很甜的。啊，这个虽然很大颗，可是很难摘，因为它的梗特别粗。说，哎，来人啊，拿刀子吧！千万不要让范大哥看到我怎么虐待他的番茄，跟他拼了！啊，我天啊！哎，哦。蹲着还边路边砸了头毛豆，有太亮吗？一个奖还哪个奖啊？待会一定要好好的吃它两三口，让我费那么大的力气。哇，你看看这，这是六安太亮，巨无霸。好，它但是它也有小颗的了哈，你看像这个小颗的，一算光哦，贵色的，不过嘛还懂奖哦。哦，原来他是要这样摘啦，是不是？好，嗯，这样子，嗯，跟这个比一下，大人跟小孩，对不对？特殊是心灵的修为，厉害是做在看到某穷人的世界，很多事情吼，是当前二级家的体验，因为了解伊的内容，平常去市场也是翻着红看到的同阿多，那见面要爱老爷摘下来。虽然讲系一个真简单的条路，喺讲吼，喺无有量买做唔加个，养来到土马都也无一句吼，因为文是的热土，喺本来流千多汗咯。唔讲系看到，系摘喺土马都吼，阴来阴多，又黄色咧，又黄色咧，比以上都兴奋起哦，我都唔会感到有热土嘅哦。我的篮子越来越重了，行路行唔好呀，会崩倒哦，哇！你看看剩下给明天摘一朵，懂吗？懂？安朵没有错哈，这整篮的很重，但是很有丰硕的成果。这还懂吗？懂？我亚尔天数买东西的哟。你下来了哦，赶快来买懂吗？懂哦。看我材料材料弄的。哎，老板娘，你大西轮空用还没？啊。好，那吃呢？一般你们头毛豆要洗过吗？像那样要洗好毛，先给它避开呀。洗好毛先要避开呀。哦。要皮状泡啦。嗯嗯嗯。洗过给先要避开啦。嗯。我现在是给它洗。今天你很容易咯，当当然来个人摘果子。来负责包装，并介绍土马豆种类。同年后接受的过程吼，我感到印度青褐色番茄上的土马豆，一百吨卖十盒、二十盒，还送礼好几家石头都挡住好。番茄加土马豆盐做的炸果子，还有擂茶的甜叶，近边的细先生是番茄加的卖卖哦。客家擂茶材料有番条、茶米、白糖、五谷粉同木白麦，也要来做看下先哦。先把这个花生压碎。哦，压碎。老师，要不要我来帮你？你让我实习一下嘛，好不好？让我玩一下，好不好？好。
好，你看我的功力，这样可以吗？我只要把它负责敲碎就行了，是吧？要这样子哈，哦，一只手要压着，对，好，然后一只手要这样子，这样子再下这边，在这边，对，重心在这里，是这样子要控制这边。哦，是哦，啊，我会了，就这样子嘛。擂茶的擂是黏老脆的意思，不过吼，我上都没上到啊。要把全部磨碎，然后也要出水，然后黏。啊，你要讲什么？出水？就要这东西磨到出水，然后再黏棒子才。不太可能吧？可能。还磨到出水，我是要用到当时。在擂的过程吼，这几年我用了一段啊。不说讲吼，迄擂茶棍一天要用做的是咧拿帕里树啦、油茶树啊，用做的啦，迄动神器哦。我要加油！我想说，马子会更累。意思说擂茶还 OK 是不是？擂茶还 OK。你说马子是这样打更累？更累。你打过吗？打过。那今天要教我吗？妈妈他们没教。怎么表情就不一样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我们先把这搞定再说啦 ，OK？老师，我已经跑了2万公里的路了，我的擂茶到底好了没有啊？我现在真的是很佩服客家人，原来客家娘讲娘讲警醒，还有同一个有关系啊，可以的吗，老师？可以吧。我已经眼冒金星了，我希望你救救我好吗？来，我们来看看哈。什么叫出油的擂茶？就是长得这样子，是我们耗费了千军万马的力量，才变成这样子。这样子，小老师这样 OK 了吗？还有一个步骤啊。好，那个很简单。好，请讲。就是把这个五谷粉倒进来。擂茶最美的鸡汤都是老五谷粉倒进去擂白方，搅拌匀。个表面的茶杯度用滚水来冲泡，搅拌匀，香喷喷的擂茶都做好嘞。我觉得哈，老师，这个早上跟晚上喝都非常适合哎，因为它里面有五谷粉嘛，又有茶叶嘛，对，身体很健康。哦，你说了哈，对身体很健康，所以它可以提神醒脑，对不对？然后又可以健康养生。搞了半天，我们的客家擂茶有这么棒的妙方啊！擂茶主要讲起客家亲友代表性的茶文化，在传统客家中能做得看到。来第一摆做擂茶哦，去树吼去亲友哦。不过吼，虽然没有按人情讲来，我当然要做比好啊。阿婆，我来 PK 一下好了。台语歌。客家歌。天空啊，落水哟。阿妹哟，六水客家文化人气亮相喽！今半日体验起地图期盼多方的客家语文发通，也着发通以客语新春为主题。开幕仪式在雄狮天水宋时珍同九田民俗剧团威风凛凛的古镇中闹热登场，邀请乡亲朋友共下来庆祝人气亮相的生日。上一堂最后堂的客家演讲吗？安尼绝对莫错过丰盛舞台的节目哦！台湾有台湾的生活，哈，两片有两片的生活，冇强融。可是，那就是每当中意台湾的生活，可是对你的事情做法、文化冇强融哈，可能做一下冇强融。可是，你再看下基本的那种的人哦，学的东西，哦，人，你嘛。重饶的东西全部很穷了。用心念念心，讲讲客家音。
是后家前来卡。原本的好天时讲变就变，不过农民的落雨天还是爱做事啊。拍好的天地耕耘机后背潜湿，抢油油的无田，天落雨过后运落运抢哦。俺的爱去生的寡人在金边呀，爱吃的食材。哇，这就是你们的黄瓜园哈，真的很多小黄瓜哎。看到小黄瓜哈，还有几个问题要了解哈。种人种叶的小黄瓜，嘿，一朵长叶一百，差不多。两长叶啦。两长叶都做在收成了没？不是两长叶啦。不是两长叶，那个植物哈，它长得比较高一点，对不对？它离那个地板有一段距离，就是高度是有量过的。对，然后预防淹水嘛。关系会淹水？偶尔啦，有时候啦。而且我们架高起来哈，没有跟地板接触，嗯哼，就是可以隔绝地板的病菌啊。没问题，俺们做好了整小黄瓜哈。好，走吧。太小，应该也可以，应该可以啊。这样好，吃你。是哦，哇，赶快来看，好大一个，哇哇哇哇哇哇，哇，今天的小黄瓜之王，厉害厉害。哦，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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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哦，看，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哇！这根不用摘。这么大一个，这么胖一颗，耶！哇，真的是好高兴哦！耶！哇，这个是是。是我捡到最高的瓜，来，这个就是还不错的啊，成熟的。番种瓜有托马豆园以外，还有以色列生的瓜园，是用有机的方式来种哦。一种生的瓜哎，又吃又太甜，够磨人。喜欢去的嘛，轻松切切啊，轻松夹夹西黑哦。耶，走了走了，我们回家了。哇，很棒哎。你种不种啊？那个小黄瓜？不会了，不会了哈。啊，先走吧。啊，关后门，带到立马看到新的瓜哎，还看到是阿妹的树，俺都唱歌的准备去，还安然吃菜哦。哦，阿个系马里布啊？哎，阿妈你阿妹。哦，阿婆布系咪？好啊，好啊。哇，阿婆。我咧唔前动，都做啊，按到出去抢眼先，系咪？系啊。好，咁我哋要摘小黄瓜咧。啊，好好。系，按不头我试下嘅，好唔好？好唔好？我来用，我来用，看用做乜嘅呀？好。好，按你喺厨房睇到。啊。厨房睇那边，喺底部哦。好嘞，参观你的厨房。你的厨房懂胎哦，哦。乡下。哪有乡下？这样子很澎湃啊！我就来开始。展现一下我的厨艺。哇塞，你很棒哎哈！你今天又会教我做擂茶，然后又要教我切小黄瓜。讲话说番茄公主。哦，番茄公主哦。哦，为什么？都流到来跟客人拍照啊。我根本不用切，我就生吃好了。嗯。果然不同凡响。一咬下去，咔吱的响脆声，嗯，嗯嗯，阿婆能不能有按多，按多材料哦，哈，这小黄瓜炒起来很翠绿哈，加个红萝卜，哈，啊，冻夹可以颜色啊，三下来哈，不爱炖功夫的哦，佮剥起后手臂辣辣。这鱼的吼包量多，用轻香菇的葱的姜麻来煎，同个鱼的吼煎到两面擦擦啦。哎，虽然讲吼唔要直接煮熟，不过吼功夫很有哦。还佫表示葱的
挑油来丰收。你们过后最米饼最重要的纪念册，都做得实的哦。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这道，算是红烧煎鲈鱼，很棒啊，阿婆，得虾，小姐棒的，不是我棒，很赞很赞，等下我们就要开饭喽，走。金币安布头是鸭吼，还铜澎湃哦，丰收如鱼，婆婆果诶，开从草中时，生的瓜草鸡芹，一家修过鸡都鸡盘，还有竹笋排骨汤，菜色吼真系冻到哦，比烹煮吼还会丰富。本来出镜下呢，哦，安大帅吼，心中系过瘾呢。我听讲，安尼之前爱来婆家下吼，讲养猪事业吹都好诶。好，同阿婆讲四个菜，啊，现在你知道有几个菜上桌吗？数不过来吧？十五道菜啦！啊，讲我来客家客家中做年做年堂系最好诶，因为太热情了，四道菜变。十五道菜，因为地方的没有，我自己发明的吗？哎呦，他讲你好，都在底下哎，来七块钱，到别的地方吃不到，吃不到，没有，买不到，我的专利，专利哦，要不要去申请一下？特别注意身体状况，嗯，都啊，都咩，都好人煎，都好人煎的，他蛮脆的，美，好都好人煎，都好人煎啊。我要试试看我煎的鱼，好不好？大家捧场一下，好不好？没有说要说要有熟哦。很多是金龙鱼的。没啦没啦，阿婆跟天使王，看看我，看看我自己煎的鱼怎么样？有点甜，有点苦逼哦。嗯，好。好吃。果然是要给自己捧场。口舌，来试试看，捧场一下，这是我煎的，你可以看专家独立，看没？专家的那个发明的专利，可以吗？来，妹妹你吃一下，看看行不行？我是觉得还不错了，可以吧？可以吗？哎呦，哦，好担心哦。阿婆味道还好，按摩很奇差啊，还食材好过瘾的。佢仔嘅煮嘅嘢冇落亏哦，前边呢啲突出菜吼，拢真好食啦。人讲阿婆嘅熟卤菜都系硬嘅，也做得贡献嘅十年以来，是个最有诚意、最感动嘅一餐。是番茄耶，红虾，番茄耶，谢谢。哦，范先生，听阿公讲吼，那个品种有冇偏用哦？对不对？哎，你在干嘛？农友公司哎嘛。农友公司哎？对。跟他合作的吗？不是，他是农友种苗研发的，就是他，这是玉米番茄。嗯。玉米番茄，第一次听到哎。哎，一批啊，好嘛，是流动的。嗯。有没有什么创业过程跟我们分享？你可以去。俺们种红嘛，都是种红薯嘛。都会红薯没种啊，是先种草莓。草莓种差不多两年。还都是种温室红嘛多。哦。哎，你开始又赚又两三百万。哦，两三百万，也还还清了吗？偷偷跟我讲。现在还没有哎。哦，没有。就是去年又弄一个卖场嘛，哈，就是说还是要贷款。好，就是。应该穿过了一层，如果在投资，啊，我们大家都同意，给你借贷都出来。这个范爸爸有一块银牙来做两个事情，做个案后，啊，他说啊，他拿了好几次的冠军，系咪？哎，懂分析哦。有认真有研究的。有研究。啊，哎，中啊通，同啊通，因为有爱那个性质。以前种草莓。没啦。啊，种啊种啊，以前也种草莓。种草莓用啦。当年没冠军。甜度也是冠军。那现在没有种草莓了。没，专门种红花豆嘞。五年没种草莓。你之前是做什么？种木香。装潢。哦。装潢。种房还没。装那你怎么突然间一个大逆转呢？哎，不是今年，不是去年噶啊，是吧？噶第一档好是当年做粮食，做食粮食就变了人啊。现在每年三百六十二年嘛，哈，最多是三到毛两来年。
冇做假设的。哦。然后我一样出来搞，跟妈冇想冇做嘛，是搞。做工。但是种草木。嗯嗯。然后种草木是偷人烟，偷人烟出来种草木是聊天。啊，偷人烟干是多多是，从新年年开始到学到三年嘛，该变草木提拔出来种是聊大嘛。都变成讲唔种草木都唔做得去掌握了，错未啦？每体力表每种，你可以种每半几种颜色啊。嗯。啊，你种下落去啊吼，你用啊加每种个冷个，啊且种天来哈，啊种下多再来试啊吼，几种市场子。前面加头年到前面两年啦吼，加种下哈，那是降温慢应下嘛，都会加两三年过，那是讲有加潮嘛。嗯，没错。嗯嗯。种下发一些是多加问题是讲，应该莫多嘛吼，是讲。哦，蒙人来讲是讲，你条虫嘛都会跳开当多啊，那恁恁来跳开差不多两年的虫嘛都。系啊，我另外就想啊，伊迄卖唔出现个用的呀，中文大概是啦。该是就都是。都要请请通路所谓。嘿，请通路啦，韩国中来是放在孤儿院嘛。哦，错。啊，孤儿院。很有爱心。还有呢。我们小区的小朋友的营养午餐，是，就放个水果嘛，送他们嘛。太太，你要发言一下嘛，让我了解说是不是在先生创业过程中，你有没有给他 argue， 还是给他支持？冇啊，比如做那个 N G 是天天做啊，做这一行也是很认命，就是要牺牲了。哦，也是有一种共同的体认的，错呗。可是小朋友嘞，啊，你有三个孩子嘛？啊，两个女儿一个儿子，100分呐、啊，那他们也都能够体谅吗？现在都可以了。你看我刚今天我们去摘那个，他们玩得好高兴哦。他们假日都会帮忙。好，那我天数都错个啊。哦，我爱唱哦，隔壁那个地方吼，看到个胎椅啊，那个安胎哦，他就天天守呢。他说哦，雨下那么大，万一那个水一直渗进来。啊，跟我。不会，不影响吗？那是讲那个那本是变身生物做个。挡水板，哦有那个挡水板，对，也是做出经验了啦，嗯嗯。因为干嘛那里台风的期间哈，该白马哈，俺去抢来土马都是讲，嗯，摸走干因为挡水板嘛是讲，该劳动还行嘛，该电焊不是问正常的。都讲啊，水拢走入来系咪？啊，土马都都，用来种。好冷系咧。咩？俺种冷个是讲。头马都是讲讲老贵的平均嘛，所以俺自家后辈俩经验俺都全部，真是很惨痛的经验哎。俩经验都讲俺都是，温室都讲俺都变身可能就全部会跟嘛，十八秒啊，一场都两七步嘛，所以是唔会真落落。有啊，今天范太太跟我讲说那个高度升起来，所以你对你产的番茄是相当有信心。阿婆王爷啦，阿婆，俺来来 PK 一下好嘛，俺给你煮菜。PK 啊，冲过了 PK， 嗯，俺票上也冲过哎，俺糖都好哎。台语歌，客家歌。要打拍子，要打拍子，帮阿婆打拍子好不好？耶！爱似糖，言语都干凉。啊，闹钟声，音响响来震的梦乡。谢谢演唱。采茶工啊，爱唯一要冲了一条客家歌。啊，绿水哟，哦阿妹哟，大朵草木来到杭水间，杭水那强又强，嗯哎，在那水中秋来秋去。听恁阿婆吼，向下唱歌诶，佮跳舞，顺风诶不卡人吼，天数打破诶，色彩。温暖又幸福。哎呀！哇！哎呦哎呦哎呦！哇！还没有摘就已经皮皮抓了，我的脚心都在用力。好，倒钩，可以吗？可
收电哈。耶！呀，迄个数百个人，做嘛个后尾有什么的命？迄个硬送去的。这个命格是相车的命，恁这就是有缘无分啦。你嘛用啊？全部迄个银行卡出路啦。阿妹讲，今日很离婚，很痛，你往去恐吓没做得。因为离婚啦。还是啦，我着弄熟啦，明仔载较早的啦。啊，若无啊，我着去菜市啊买就好啊。哦，歹势歹势，我知啦。你都在做唔错嘛个事情，我买到阿春那种唔赚不卡。我记得，电台的心爱六本起家。也太无理了，你们太糟糕了。你再讲来，要变刀，我就让你离婚。啥事啊？你就无了呢？发生啥？我哥哥倒来，竟然甲你拍。下阵要挂牌，甲无挂牌拢爱穿乌衫甲白衫的。哈？是要呗？你问哪？总统蒋公尸体。是头家请 A 卡，阿婆，你看我今日食到黄煮的菜，阿个糖都黄葱好糖的客家锅帮来糖，哎呀，暗暗的来开的，哎，带我去吹布的，哎，同打搅一下好不好？哦，没关系。你怕没？哦，阿英阿都行哦。种下条木啦，粗粗啦。哎，安客气哦。好，阿婷来吃，带我去呀。好嘞。好，行哦。在楼上哦。天数几年嘞吼，虽然唔系天数青岛，买十八块耶。我说这边吗？哇，还有大熊哎！大熊，你现在小朋友玩的？小朋友玩的。哇，我今天晚上就睡这里了哦。还有，陪你睡觉。还有大熊陪伴我。同阿婆男下，我一岁以前，我都会记录一下我今日的想法嘞。期待了很多年以来。在每日用文字记录下了爱想到的、爱看到的，变了爱关系的。爱有写歌，有一种改变是无法突看到的，按做转弯；有一种 MV 是无法突成形象的，按做礼物。无声无息的转弯，都是老天公不用的礼物。对分转家来讲，伊的人生有样的转越台湾，受过人人的坚持同打拼，也是梦想一步步做到的。成果嘛，因来因好。一太早下来就看到分转卡诶，诶，今明日我带我去哪边咧？忙前失走，都要开始做事哟，系咪？哦，厝边安布市咧澎湃，已经收发下来呢，还开始堆积个哦。哦，原来迄台空下来多，头妈都演，同分迄台空下是做走诶，我第一摆得头妈都演是做走。实在是动神气哦！十八岁后，我愿当为一个文士做事，来行得长悠悠的腾顺路风，给风景吼，长啊各种一个花哦。反正阿公吼，一件托马豆文士吼，我对我开放，请一种托马豆来做出货，也哈准备的顺风吼，搁是一件文士，也系托马豆王国，当真系引来引太哦。在同阿公啊。哦。哇，这又是另外一片的景象哎！对啊，种法。哎，怎么跟昨天看的不一样哎？哎，嫁接苗。嫁接苗，那个意思啊？一两面当的土麻豆嘛，两面当的土麻豆，等下开挖哈，我们就用开挖，我们来开麦开挖，开挖熟嘛。
茄子还买。记得只要在那讲几盒平啊。嗯。从今天下来讲，只要平土多到13土多。这个品种很无空用，系咪？所以葱粉无空用。哎，那剩下就讲的圣蜜小番茄。圣蜜小番茄。哦。记得烹啊。哇，那个糖。我记得开始蒸啊，好嘛，做两片。我那。哦，暗葱哦。这应该算它的根还是茎还是藤啊？主干，主干是吧？对。哦。你俩种了多米啦？哈。嗯嗯嗯。大概俩土麻多啊，哈，差不多就算是长大。哇。哎，种了米下，所以也个品种无空用，啊，也加西嘛无空用是吧？也，我都俩每次买是讲，我都幸亏也是讲，我都俩是买一百五米啊。你像我都割秋时来讲啊，哈，你先发表的台北。方面和土壤方面都两方面。哦，一口吃进去啊！哇，嗯，微酸，很甜。你带我进去看一下，哇，这边很大，你看，哇，哇，你看那个番茄果实累累，哇，真的是很漂亮。那像这个生长期是怎么算法？来通用啊，那都来通用，半月种嘛哈，半月种啊，都差不多新叶种入咱们。八月种，然后各年的，哎，八月种，十月就可以采收了。哎，新叶种，那很快啊。再到天叶、柳叶，一天啊，哈，你尝尝，一天啊，把地上最长啊，哈，都冲土都14米，14米长这个藤子啊。我要听，我要听。哇，长得很高哎，那个叶子哈。先买下标下来啊！啊，标下来，系啊，标下来。哦。啊，你人家教你啊，摘个种诶，同我都个测量。测量。系见，我摘系叫会是叫个样本啊，变个同我都会冻成长。哦，定啊定，你讲啊，系唔可以叶子要给摘下来，好，然后促进那个其他叶子好的叶子的生长。手套戴起来。啊，还要戴手套啊？不然那个它番茄会有那个是哦阅历素嘛？你看那叫我怎么分辨？嗯，你讲哪会哪会？干嘛？那也变圈上来嘛，产量变圈上，那质量好啊，太水。嗯。看到没有？多余的。那多余的，我们把它折掉。哇塞，这个很测试我的那个眼力耶。像这个底下很强的嘛，对不对？嗯。产量把它冻穷哎，听到没？头脑会炸一。不是说像这个就不好，是不是？对对对。这个测出来的。哎，那个是要采掉。你看啊，产量干嘛哈？熬两两条桶啊，都会咩？嗯。熬两是穷人嘛哈，既然。客户会来讲啊，哈，是当多会讲，哎，讲它是按讲不喜欢嘛。这个就是它这个长了就不好，是不是？对对，产量都没长。就是有生病了。对，而长好了还没。对，长好了。哦，就是不要它了，然后丢地上。这样产量没当是当多啊。对对对对对，你已经暗示我了，我就直接把它摘了哦。哇，几乎都不好了吗？这一串。跟养那爱很注意的。我很怕做错，这个 OK 吧？刚刚做对的，没有错。这样子，他就照顾它的生长就对了，养分不要遗失掉。哎，看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茶叶，想都没想到哈，细细土马豆几个按头的石头来照顾啊。反正家讲，种土马豆面膜马摘的石头青豆，当然要供应干天数，也下固定的员工有10人，他枪口严重公婆哈，根本耐唔好。像伊的纹饰就有1000片，中翻过头的土马豆，也有5根纹饰，差不多2公斤半，哇，端正很青苔哦。潘先生，你看，没有一下下，我的手就变成对啊，大黄手。伊土马豆上山围住个叶绿素，去围住个种个毛衣啊，上海讲叫大树头的好色，是哦，毛尾巴哈，机会了藏个树安样哦，你看看。你这个就是带树的呗，成果是没？啊，现在是要派我做什么任务？俺做种些啊哈，那种俺头马都在扎俺球诶，让那是俺上够用，俺又落去标下来。哇，居然可以拆番茄可以变成爬楼梯。对啊，你那个木头得两买咩？什么？那俩标下来，俺落去拆差不多够用嘛。那手是安样变化啊，好叫专业，安样做得嘞，系咧听未下哦，就等于说把它那个高度再往下垂坠一点。它用途很嘛个呀？你讲啊用诶。你用途是讲，你个土马豆去种林荫啊哈，叫它上到14米长啊，你到上高安样上米人啊，所以你要点点啊，可以降下来啊，去嗲从那降下来就。
甲十公里就送到哪位啊？送到哪？唔到刘道平啊，变到唔到十下刘道。哦，就是我比较摘得到。对对对。范先生，你要不要下来换我了？好，我迫不及待想试一下。来，把宋先生我刚来扶住好吗？来，爬上去，来扶住给人耶，不然他会晃。好。哎呀，还好我爬过黄山啊。哎呀，哇哇！哎呦哎呦哎呦！哇！还没有摘就已经比比抓了。会摇会。这个。嘿嘿嘿。拿下来。好，现在转头转。然后转下来。嗯，哪个里去？还要再一圈。对，一圈再放一个这样。哇，你连高度都知道啊，太厉害了。对，都在头上。然后这样挂过去。那飞机要挡箭。啊？是啊，你那个人哈，这个嘛，对不对？就这样过来，就翻过来去这样。哦，是反过来的。反过来那没问题。还要倒钩啊？对。这样可以吗？好，刚刚都干半天，可以了吗？都在走板线，干板线，跟刚刚一样。对，在半天，对。好，停，好，这样子倒回来，嘿，好，碰上去，这样子可以的，嘿。终于做对一个了，这样可以吧？哎，可以。两圈，一圈，两圈，然后这样子，可以吗？哎，可以。可以，哎。哇，终于可以了。其实我在上面，它一直在摇晃，我有点害怕。我的脚心都在用力。好，倒钩，可以吗？可以。耶，成功。哎，过来抓一只。诶，可以吗？可以啊。都对哈。都对。耶！虽然我嘅泰流行歌熟睇名山，唔过我北上野台各种嘅推普查，像三公差嘅狗兔天天，还是在当紧张呢。像上个老舌头家家做客，爱挑战托马多甜嘅狗兔，俾人放片来砸托马多。哇！我又要练举重了。练这么重？看到我的脸涨红了没？我的表情很狰狞。可是他们怎么做也好轻松啊！还好我是练家子。哎呦！太坦。哎呦，莫生你讲出来呢？不过吼，总头妈多吼，蹲住起莫简单呐，轻松哎呦爱死么？啊，用滚滚的菜包线来哦。哦。你包水就空用啊？没啦，没空用啊？要不要救我？怎么办？我想要安静静。完蛋，我刚刚吹牛吹太快了，已经有点难收拾了。你是够想时间烟头。了解个体名系从百来解。用客话来讲生活文化，上世界客家中法同知识，答160、162赵新九点半，客中康条条带你了解客家，接近客家。从安部的时间，总得看到一个部的参观目标。土地的主权，风采带来的台风台意，雪人不退的风情。上海市民哪一个省呢？后生看神奇吧，很变做媒体工作者的替补。本期的一百几笔，后生看神奇吧，期待你来参加。
是头家请 A 卡。结束叶片的洗头过后，分钟家带爱来同阿多用的温室，伊还有其他事情要去做，也下问范太太来搞爱。范太太，我也好要讲下做某个事情啊。哦，俩奥俩顺啊。奥也用咩？顺啊，要留给奥太太。哎，奥安个方向比顺顺啊，比安个顺安个安个线长大，你系咪？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就冲啊，他们可能安个那个一直这样往上缠上去，系咪？你冇留去缠上，你系衰下咯。哦，我衰下咯，都冇讲诶啊。这个有没有什么说法？有没有什么说辞？隐瞒啊，隐瞒。隐瞒？哇，怎么像琼瑶女主角的名字？那我就这样子，这样一直用就可以了吗？对，好。顺内俩双，嗯。那不需要做其他的什么？对啊，要为相处也顺内奥特给。哦，这个我会，刚刚我学了，就是要把那个侧牙，你看，专家哎，开玩笑。哦，还要戴手套啊？对啊，没耳朵。是啊，是啊，你看啊，他们手都蒙蒙的呀。这个洗头的名啊，端正的事情发意哦。讲一讲隐瞒，都将琼瑶小说嗯做个个名琼瑶。原来托马都用的上到三四十公分高，都做得同天的来到苏维峰，卡通风减少偏重开，酷暑日的洗头很人工的操作卡好。作为一主编的洗头。我真无得去做的哦，没想到阿婆，原来特别准备的好食的客家菜包呢，像海皮都香喷喷的料吼，也都多几个哦，搁冰雕的萝卜丝，又样系料吼又是菜哦，哇，香喷喷的菜包馅来哦，哎，我好像在做馒头哎，你按诺酱酱啊，这样，对不对？嘿嘿嘿哦，我怎么变陀螺形？你还得加手指啊，先按落去啊。我都比牙银做银胎做得稳用，系咪？厉害了哈！哦。我打包这你就得贴，贴都唔安分。牙做完牙会做几好啊？俺牙都自家切好诶。你包水叫空用啊？冇啦，冇空用啊。我将你按做好啊，弄弄啊哈。来看我的功力如何？那个形状一定要安尼。哇！完蛋了，要不要救我？要不要救我？怎么办？我想要安静静。完蛋，我刚刚吹牛吹太快了，已经有点难收拾了。好不？你救我一下耶！啊，收起来。要这样收吗？还是这样子？这样子，你要下去，这样把它收起来。你这个太小一点，太少啊，那比较小气嘛，装少一点。收起来哈。哦，像收一个球一样。收起来。你要不要它多一些哈？嗯，它多一些，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嘴巴哎。哦，这个多出来的哦，就该扎下来。弄这样这样哈，嗯嗯，那教你也该教。那你教我啊，我都没有学到这个。对啊，手你这样子。哦，这样子。对，这样子，就是大拇指跟食指这样子变成一个漂亮的一个翅膀出来。做客家菜包要注意的细条还真多，还加上啊特简单呢，菜食吼同菜包变水饺的，等阵去广告夹做够难啊。菜包以外还有做鸭板、翅膀的同水板哦。比如农场地板蒸差不多四十分钟，蒸的时阵吼，要先剥过两三摆，也唔会变形啊。手撸撸过客家菜包同鸭板，总算是做好诶。金条金条的板皮吼，实在上瘾哦。还有又 Q 又深爱的水板，等阵他家来信呢。这是我做的，我尝尝看我自己的成果啊。耶！白白嫩嫩的，给它咬下去一口，感觉怎么样？嗯嗯，有适当的脆条面，好吗？嗯，我他们给炒个脆条面出来，嗯嗯，鸭板，同俺不卡个片，平同个片的公饭，我用空用嘿。没有你买重量的就煮龙板。哦，哎呀，啊，我是哦。
连罗非馆做先去打做诶。艾草味道特别香，特别特别浓郁。只要南部的水果来点感觉。有呢。伊个防腐剂薄啊。嗯。买了去甲晒，全部防腐剂的啊。就想沾着吃，是不是？对。嗯。嗯。这味道真的很特别，我没有吃过。没有吃过。嗯，鹅翅白都是鹅般的皮，阿婆特别用新鲜的鹅，咬下去都披到太刺眼的清香。阮甜又美那个月梧桐姜子，色彩还当好色咯。范太太讲关系，又有肉眼，还有别人料到唔想转的好风景，色彩还当期待。你去桥，哦喏，东安桥系咪？一片一片，嗰种有新的用的呢？诶，这桥哦，八十五年了。啊，八十五年，啊，可能就安心呐。这片是还新的啦，这片是还 Q 的。哦，一片新的还做过诶，啊 Q 的开开开系咪？啊，还是可以。哦，来，来看 Q 的。哇，很漂亮诶，你看那个藤，树藤。我比较喜欢雪。你比较喜欢水哦啊！讲到这个水，这个有名字吗？哦，牛栏河啦。牛栏河哦，懂泛音哦。啊，可能新叶片的口味，可能有个有古老的味道。哦，这边就有那种古迹的历史感。你说是大概到现在有八十几年的时间了。哎，真的老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我喜欢造型很优美，对对，而且它那个石块哈，它那个石块那种泛发出的那种有点点泛白，但是又有点点沧桑的那种岁月，好，那个真的是只有时间才能酝酿出来的，还显得都往那个密西耶啊，广东人这边很凶哎，哦，很凶啊，变成你们关西著名景观点的错个，对啊，来到景色安详的蔬菜，当然要同范阿嬷耶来翕张相片咯。东安桥是关西地区唯一的五江路桥，这桥的材料是用当地出名的方格石，做桥的石头拢有无穷用的石形、花纹，桥的形是动特别。牛栏河也是清水公园，是辽宁休闲的好所在。时阵的小姐，两两年定在这个土马土壤啊，拿到田埂毛表现动哦，好，对人没动客气。好，你想聪明啊！哈，记得我们都填埋土马多哈。反正一般来讲啊，哈，像记得艺人啊，哈，很多人会有那个架子，他基本上唔会就安用个架子哈。你想聪明来讲，去做事啊，哈，像我们到去摘土马多，去到去石桥，基本唔惊讲收获唔好做，一般因为惊收获唔好做嘛。我都每当新闻机来，我都土马多人来填埂嘛，两两年表现啊，哈。我都在半几的八分。阿公阿婆，你无闲了系咪？哦，好好。我早起台北人咧。谢谢。系啊系啊。无啦，我跟多谢啊，祝安好事八年啊，变彩虹也是啦。好。范先生，我要回台北了，谢谢这两天的照顾，还有范太太的照顾。好，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帮忙。我有写两本书哈，嘿，我送本人啦，做了经验哈，讲过难得哈，有个机会来同人熟悉，然后又讲了很多种番茄知识，好，然后还过夜，很多下哈，谢谢啊，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欢喜欢喜啊。来，这个给范先生，里面有我的签名哦。这个番茄我们家自己种的。你要送我番茄哦？哇，那我回台北可是要好好的享用一番了。谢谢谢谢谢谢。按姿势哦。先好睡的。先好睡，爱。所以。爱都印章一身。范医生，来抱一下啦。好，阿姨要回台北了呢，来抱一下。嗯，害羞哈。今天跟我们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哈，下次再来玩好不好？好不好？好。哦 ，OK， 谢谢。好，你好聊哦 ，OK， 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奶奶托马豆。再见，都会有礼片。
而庐山的日头显示出黄河黄河的蓝色，全蓝的迷宫，黄河带着白色，多彩又多灰色的云，都有一种不盼得的心情。而出发去汉一站的再飞，可能有一年同我都会升天，我想爱个转来再飞，爱其他温馨的相飞，都冲进一条庐山的海，清江的下飞。不爱到有一类烦恼呢噶？上天书骗人，上表扬的做咩？提倡多个部嘅，做得透过主播服务平台，做本有事业经营哦。唔但只做得免费店，主播收息，最高每一年还做得得到100元嘅修理补助哦。目前已经有6个院士感谢主播。